出的沙，不如扬了吧。不是你的菜，快点放下吧。脚下的路有千万条，怎么迈不开步，还要老守着它。好不准的麦，别把药来抓。不该做的事儿，别去惦记它。外面的世界有足够大，何必一辈子就做那井底的蛙。老哥，啊，过来了啊！哎呀，你挺长时间没过来了啊！我来跟你告别来了。告别？怎么了呢？我打算跟世信离开山庄。因为啥呀？哎呀，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。咋的？闹矛盾了？世信呢和珊珊闹点矛盾，夏雨呢就不原谅世信，想念世信离开山庄。他撵你们离开，你就离开啊？他是干啥的？这不闹起来了吗？啊？你别，我问我怎么情况，还了得了？哎呀，你别打电话了。你问我。大奎啊，你干啥呢？现在你别忙了，你那个赶紧撂下电话，你和夏雨还有二奎马上过来，我这边有事啊，不行了，快点的。怎么回事呢？咋能走呢？这不可能。来，开门。哎，小张，我自己带。你先客气。哎呀，咱哥俩可有年头没见了。可不有年头了。哎，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好像是毕业以后台球比赛，我记得你还没上去场，完你当啦啦队了呢，是不是？哪呀？不还有一回同学聚会呢吗？同学聚会？啊，哪回你去了？哪回？那回同学聚会，我就坐在那个班长旁边了吗？班长，咱班长叫刘爽，刘爽旁边带个小辣渣，那是你啊？那你个长起来了？那我记着你，咱毕业的时候，那时候你就1.5米吧？我就发现你这嘴呀、啊，小时候是损，你现在嘴还损。那你个小，你怪我嘴损啥呀？怪不得你不长头发，到现在你还不长头发。我可不是不长，我现在长头发，我是刮了，因为我唱二人转得要相啊。对，二人转想起来了，人家我听说了，你现在可厉害呀，要整个什么大舞台，都成企业家了吗？嗨，哎呀，咱那都小买卖，优乐根大舞台啊。对，我当年是创始人，现在一提这个事儿啊，我想创死人。怎么了？我现在撤出来了。但是呢，我还有股份，毕竟刘老根还是我干爹，对我还是有一些照顾的。别，怎么的？刘老根是你干爹？这有啥大惊小怪的？不，人家他大企业家，你干爹？我还差不多成为他姑爷子呢。哎呀，还行啊。
哎呀，别唠我了，你现在做啥呢？我做粉丝呢。做粉丝啊？哦，那咱俩属于一个圈儿的。